福州烟台山曾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记录了福州开埠后的时代变迁，被誉为是福州版的万国建筑博物馆。안녕하세요박지연입니다복주에와서산지는한11년제가이주변에살아서엔타이산을이거리를엄청좋아해요你好你好你好鸦片战争的原因，福州成为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福州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非常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各国人士到此来经商。他们生活在烟台山这一块，就修建了很多的具有西式特色的一个建筑。这栋楼是烟台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栋西式建筑物，它叫做乐群楼。乐群楼，对，以前在这边做什么呢？它是过去的话，它是作为一个洋人俱乐部的形式存在，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潮流之地。过去它被称为福州 Club。现在就在乐群楼的一个外栏，英国人来了之后，他带来的这种西式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呢，是面宽有五阶，整个建筑其实是一个卷廊式的建筑。它除了有西式特色，其实它也结合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色。现在我们走入的这栋楼叫做明海关寿司官邸，面宽有七间，在每一间上都设有两扇的百叶窗。现在这栋楼虽然不再作为明海关寿司的一个公署，那目前是在馆内我们进行了一个海关文化展的一个设置，向公众开放。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就是明海关寿司的一个外栏，这个墙壶很特别，那外面不一样。这个墙的话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鹅卵石就地取材，然后加黄土。那这个墙的话也是比较透气性的，整体建筑物还保留了原来的一个风貌。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在海关寿司官邸的一个后花园的位置，寿司司长在这个位置他就可以看到江面的一个场景。目前这一片是开放式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地方。我们烟台山风貌区的一个景观能源，行走烟台山，这里每一栋建筑都有藏着自己的故事，让人仿佛穿越百年，走进了历史。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就是曾经的美国领事馆，它总共是两层带地下室的砖木混合结构，它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现在我们馆内是作为一个烟台山历史博物馆在投入使用，向公众开放，也是目前烟台山上保存最完整的一栋建筑物。整个烟台山风貌区的修复，我们始终秉承着修旧如旧的一个原则进行了提升跟修复。那条沿线走下来的一个中洲岛的把这些以前呢여기서한참이제그냥산책하고여기건물이그냥예쁘다라고만생각을했지어떤역사를가지고또어떤이야기를가진건물인지잘몰랐어요근데오늘이렇게다니고얘기를듣고이렇게오랜역사를가진길이었구나또알게되니까여기가또다시새로운모습으로저한테다가오는것같아서신선하다고그럴까아또다른복주의한면을보는것같아서이거리에더애착이가게된것같아요漫步烟台山，让人仿佛行走在时光博物馆里，
这一座座饱经岁月的经典建筑，完美体现了福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